罩杯，小隋唐，事业一路发。除了有张明星脸 ，H 里还有项很突出的优势哦。听说我是这次唯一女排的一罩杯上级，可是我觉得大家客气了啦。是不是其他举牌妹客气我们不知道，不过从这些相机对焦的高度大概可以看出些端倪。 H 里也承认上维澳人确实有比较好的工作运哦，希望大家喜欢哦。回到女子直撞场上，昨天年度总冠军大眼妹周婕妤硬是要得，面对天才少女詹雅婷挑战，11-7夺下金杯，拿下生涯第三度年度总冠军。动新闻桃园报道。